上集预言家小齐炫查杀最具威胁的对手小赖，并抽丝剥茧缩小锁定范围，查到第二只狼西小瓜，接着靠着小赖发言的漏洞抓住最后一只狼凯乐。究竟今天小齐炫还会有什么惊人创举呢？请确认身份。我先说一下好，因为我怕我等一下被杀没机会说。如果我是狼人的话，我不会杀人，我会杀神。这制作单位要求的，不是我爱杀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我是好人，好过。然后鱼板可以看到杀蛇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难得哦，赚。我觉得第一局呢，第一 round 呢，然后又是这样比较前面的，我觉得讲那些分析的东西都是很，你知道不知道在干嘛，乱讲一通的人在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证明自己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这一局是好人，然后是平民，是一个平民。然后这个平民呢，这个图片他的头发是橘色，他的马尾是往右边的，所以我讲到这么细，这个不能讲。这为什么不能讲？不能讲牌面，网友会被网不是被完蛋，网友会气气生气气哦。那我重讲一次好了，没想到这鱼板可以看到杀蛇，哎，你自己跳，对啊，你自己他们是不会剪掉的。有鉴于二号，因为那个不会剪掉，二号把刚刚他那个牌哈整个说出来，所以我蛮相信他就是好人的。然后一号，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会被杀啊？好奇怪哦。但是你刚刚的表现又还是算是稳定，所以你现在在我这边算是会玩的人，就先把你放在问号区。然后二号。刚刚说了一些会被网友攻击的话，所以后来有点慌张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偏好。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出来，我觉得你们三个好像都蛮正常的，但是因为我就是非常相信你的为人，但是上一局我被你骗，我有点不爽，所以我就想说这一局还要不要相信你，这让我好好深思熟虑一下。好的，就先这样子，我是好人过。我觉得他效果十足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被害妄想症。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被杀？我会觉得蛮奇怪的，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的时候也是流浪蛮后面的，我不觉得，就是而且狼人杀通常会先杀高玩，所以你先不用这个顾虑。我是这么觉得啦。然后二号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真的是一个好人了。
因为他讲得很清楚。三号，我觉得他这局跟刚刚上一局的感觉，他这局感觉好像比较轻松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偏好那边。对，然后四号说他开始怀疑三号要不要相信他。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么觉得，因为你们两个很好嘛。我是觉得十号一直很凝重的眼神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，大概就是七八九吧。会玩连号这种的，好了，先不要随便乱踩人好了，反正我是一个好人。目前的状态，我觉得个人是觉得五有一点怪，是因为他立刻说十号就是有他说他表情凝重，可是却又说他是好人，这个逻辑好像不对。表情凝重不一定是好人，可能是坏人。但我现在，先小想一下，因为他又说七八九他会连号坏人这件事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思考一点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个身份，但不知道是好人或坏人。我自己会小踩五号。我今天很开心，好险没有抽到狼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抽狼玩得不好，所以好险我今天都是抽到好人，所以今天可以表现得还 OK 这样。我觉得连号不是不可能，所以我会着重听八九十的发言，尤其是刚在抽牌的时候，刚拿牌表情的时候，我看前面都没有让我觉得有太大的压力，但就是这边感觉表情真的是比较凝重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先听他们，我没有踩他们，我是想着重听他们的发言，因为前面听下来我没有太多的资讯。一号，对你非常的失望。因为我是你杀手的粉丝，而你刚刚这段表演，我觉得不太及格，太短了，好难过。是，希望你下次可以表演长一点。我第一次看到现场，我很感动。还是你是要加看？我本人是不想看，我们是狼人杀，没有看杀神了。还是有人想看，请你尊重台湾传统仪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至于他这场是不是狼呢？我一号我目前是看不太出来，倒是五号的发言，我觉得蛮奇怪，有一点多讲。我们后面都还没发言，然后你就说十号很奇怪，然后就说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。可是我们后面都还没发言，你就做这么多的评论，然后又说我们会这边会不会是连号，讲到自己都有一点不太知道要讲什么，然后做了很多的停顿。这边五号我先打一个问号，然后七号你也说你要观察，八号跟九号跟你刚刚发言有一点小口疾，我会觉得你有一点怪怪。五号发言确实有一点点小怪，但我也没有仲裁他那小怪，因为他直接跳过这边，直接看了十号，说他凝重，然后说他偏好，然后他又踩他的坑是先踩他说十号怀疑嘛，但他坑又踩七八九，所以我觉得他点的坑位有一点太多了，所以我五号小怀疑。七号的口疾这一点我刚刚有听到，然后他前面就说终于我没有拿狼了，可以表现好，但是你刚刚上一场的态度是很坚定的，但这场一开头就有点小口疾，所以然后你又同意五号说七八九连号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五七怀疑偏大，以及十如果以五号的观点，十我会有点小踩一下，五七十我先小踩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归票位，我是预言家，这件事情很荒唐，但是却拜托相信我。我昨天有查杀到一个狼，就是我左边这位，右边这位，对，九号。这一局我的归票就是九号，然后不废话，就这样过。请大家进行投票。三、二、一，进行投票。九号，投牌牌，请自己投牌牌。我就是狼王，怎么样？每一局都会被查。好，我来告诉一下我的狼队哦，预言家嘛，然后二号是平民，因为平民只有三个，先杀平民吧。然后
我看一下谁可以杀、哦。我觉得六号是平民，六号是平民，可以杀他。然后不可以有谢安院。他带领了狼队获胜，然后双八号杀人了，给你一些小提示。好，我带预言家，照我刚刚讲的杀吧。过十号，我带十号。是好人，他刚刚有小踩我，但是就是因为他是好人，其实也还在观察。他刚刚保二三四十，他觉得是好人，所以我这样看起来，我也觉得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七八那边有可能有出一批狼。我觉得七号是好人，刚刚的发言里面就是九号去怀疑七号。比较多，然后我觉得他不会在第一局里面去分析，不会玩这种分析你的伙伴们他有多不 OK 在第一局里面，因为很容易有破绽，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局就是赌赌看说可不可以把七号就带走，就是让大家觉得他是坏，但是结果没有得逞。然后我觉得他刚刚在离开之前说了开了一个小玩笑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他跟八号说你就好好杀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玩笑，这就是一个感觉是玩笑中的玩笑，所以就是好像大家越怀疑的东西他越去做，让大家越不怀疑，但是我觉得不可以不去怀疑八号那边有狼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一号你突然保五号很奇怪，因为后面的人其实都是踩他居多，然后你保他的理由好像也没有到很说服我们，但你就保他了，然后你踩了七号和八号，然后二号也二号保了七号，踩了八号，这点我觉得那个小玩笑我有听到，但因为你在我这边是我觉得你是确定的好人，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我觉得如果因为九号就是确定的狼王嘛，我觉得那不是他会玩的一个玩法，所以我觉得八号在我这边，因为刚刚那样，我把它放在好人那了，所以，五号刚刚他说十号很凝重，但他保了十，然后十号就确定是好人嘛，是预言家嘛，但就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你有身份，就是可能是神职或者是狼人。就你知道他确定是好人，所以你才会用面色很凝重这个逻辑来保他，所以你在我这边就是摆在有身份的那一区。然后很想要再听一下七号怎么说，因为他是高玩，而且他刚刚我也觉得你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真的是新手，所以我对于很多那个状况可能没有搞得很清楚，但是我刚刚就是觉得七号很奇怪，就是没有人会说自己说哦，我这一次终于不是抽到什么，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太做作，就是有一点。我是我们说游戏里面的游戏，他是说游戏，我不是说游戏，他是说游戏，现在觉得有点太故意了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但其他几个，目前我也是看不太出来。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会慢慢观察。嗯，我现在这边我会比较想要保七号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刚刚。我说连有没有狼可能是连号的时候，只有他认同我的观点。再来，真的就是狼就出在九，我觉得八号也可能真的就是一匹铁狼。为什么呢？刚刚九号狼王在带人的时候叫八号好好杀的时候，我有观察到一个小细节的动作，他这样看了一下小瓜的是几号的牌，
你如果真的没有要杀人的话，你为什么要看人家的牌嘞？再来喽，九号才五七十，五七十，所以五七是坐实的好人，不用怀疑我们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为什么会观察到十号？因为我刚刚在看他说他真的表情很凝重啊，我也是很正确的把我的资讯说出来。我是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会票八号啦，因为他刚刚那个表情莫名其妙很凝重，我觉得应该他就是一匹狼，我等一下就是会票八号。我解释一下什么才我什么讲话很紧张这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局有狼王，所以我不想要一开始就透露我的身份，因为我很怕狼王一开始就把我带走了。所以我不想讲我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但我又怕你们怀疑我，所以我会稍微有点紧张，想说到底是要跳还不跳，因为上一局我是直接跳了。然后刚刚这样听下来，二号是一定确定的好人，九号踩了五七十，五七十，十号是真的预言家，他被狼王带走了嘛，五七绝对是在好人阵线的。刚刚直接站在我们好人阵线的就是一二一，直接保了五，那等于就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，所以一二五七，我们现在身份是非常明确的。有被怀疑的就是三四八，三四八里面一定出两狼。那我觉得如果你们下一局再不拍出身份的话，你们就只能往狼坑打了，就是你们也讲不出个什么，也讲不出自己是神啊什么资讯。而且三号在我这边真的偏怪，因为你说一号保五号很奇怪，刚刚五号七号是一起上票给十号的，他保五号不奇怪啊，我们很明朗，就是直接上票给真预言家的，这个局势已经明朗到不行，你怎么还会说一保五很奇怪，然后二保我也很奇怪？那在我这边你更奇怪，因为我们身份这么明显票十，你还能觉得他们奇怪？那你最奇怪，我这边高度的怀疑你可能是个狼。他这个这么低级的嫁祸，你们怎么会相信啊？他就说：“哎，八号好好杀，然后我就真的是狼。”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刚刚没有投，刚刚在投票的时候，我没有投十号，我没有相信十号预言家，因为这是狼王局，很有可能是第一轮他坐在归票位，然后直接假跳。所以我会担心这件事情。那他死掉了，他是狼王，所以我可以确定他是预言家。那当刚上票给，刚上票给九号的是五号、七号、十号，所以我这边可以保五号跟七号跟十号是好人。拜托思雅，相信我，我是一个好人啊，我是一个好人。可是我跟你的狼坑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我二号确定了嘛？二号确定是好人，二五七是好人，然后我这边的狼坑是一三四，我不觉得一号会是。我这边看人不觉得一号很好，因为他刚刚讲话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。然后三号虽然保我，可是他刚刚踩了五号跟七号，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。所以四号也踩，所以就是三四号都有踩五号，可是一号很紧张，所以我一三四我不太确定。那既然你觉得三号会是你的狼坑是三四号，我狼坑是一三四。那我们这一局先票三号过了，进行投票，三二一，进行投票。辩论开始发言。我不觉得我的发言哪里奇怪哎，一号保五号，可是他说不出个原因，这样我踩他很奇怪吗？对啊。那我觉得五号蛮好的，我希望五号可以相信我，我是一个好人。然后八号，你就是很明显在跟风嘛。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会处于一个跟风的状态？因为我坐在一个八号位，我的位置我现在已经在归票了，你们全部讲完我才可以讲，然后再来。我原本不想讲，可是我只是一个平民。我不想要，我前面不想要讲说我是平民，是因为这个局除名太容易了。然后我现在讲了，我是个平民，所以把三号票出去，好人相信我。二号，因为你刚刚没有投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好人就差你一位了。二号，投给三号，请支持我，我是好人。然后一号，我真的觉得一号非常非常非常奇怪。反正我这一局先投三号，我这边会觉得一号比四号狼位还重，我这边是这样觉得啦。过，
请挂挂了。真的人生好苦。三号淘汰牌，谁是淘汰牌？请发言。通常只有狼才会说自己是平民，这个狼平民那么重要的阶段，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？我讲完了。这边我也是有点怀疑你，怎么办？可是我刚刚信任你，但我刚刚在狼人杀的那时候觉得我左边有点动静。对啊，就是你这边啊。还是其实你那时候不小心动了一下。好，不然这样，我留下来好人好人资讯，等一下哦，就是一号八号我先带走其中一个啊，你们再票另外一个，应该游戏就结束了。我相信二号是平民，所以我先带八号。还有，还继续哦。我其实为什么刚投八号，我是很心痛的，是因为八号是我粉丝。啊，你知道现在会看我杀神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对，那可是因为你知道他又硬踩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就直接讲，可以跳身份嘛。我不是平民。对，我本来的设定啊，其实我还有塞一个梗啊。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卡通是什么？猎人。但是今天我没有抽到猎人。什么？对，没有，我的意思。我很快啊，我这个梗一直出不来啊。对，但是还是要讲。所以你是什么啦？二号绝对是好人啊，二号是好人，平民。刚才九号才。最一开始才五七十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七号也是好人，除非他太会玩了，故意狼人互咬，所以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的，四号是狼人，对，好过。什么蛙哥？啊？你过了？对。我靠。我刚刚一直很期待你要讲你的身份是什么，然后结果你没有说出来啊，就是平民。对啊，不是猎人，然后就很可惜。然后我刚刚是觉得，反正我是平民啊，这边很简单。然后我刚是觉得比较怪的事情是在，五号在要准备要选一个人来杀的时候呢，然后我是觉得。四号这边就是一直避开
不看他的眼神，不看他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其实那时候是大家在紧张说要投谁的时候，可是他却一直一个人，那时候没什么好笔记的，可是他却写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怀疑说，是不是想要避开这个最佳的视线，然后去逃避一些很基本的这个被杀的可能性。哎，我先回应你一下，为什么刚刚五号在选人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就是不好意思看他，因为我本来的个性就是比较害羞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不好意思跟别人对到眼，不管是多熟多不熟人，我都会不太好意思对眼。那我要不就是不让自己看起来慌张，我就会写一点字。我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好的不得了。然后逸翔，你刚刚踩我的意思吗？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这个游戏，只是合理怀疑。合理怀疑，嗯，我才合理怀疑你是一匹狼。一次一定出一匹嘛？依你刚你说你有身份，就跳了一个哦，穿了一个猎人。好，我不是猎人，那请问你到底要跳什么身份？你说你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你讲不出你到底是什么。然后你第一晚的时候又说你觉得自己被杀，你如果不是女巫，你怎么会有视角觉得自己被杀？你如果不是女巫，就是自刀喽。不然你怎么会觉得自己被杀嘞？你应该不会误会自己是睾丸吧？你没有这一层逻辑吧？我觉得我归错就完蛋了。一号啦，种种发生，我只能绝对高度的怀疑你这个人。好，票一啦，票一。请大家继续投票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一号，淘汰版，请继续投票。游戏时间。今天的 MVP， 没错，我们3、2、1一起把手指上你觉得是 MVP 的人，3、2、1，恭喜，天哪，天喜，太棒了，恭喜，还有一个小礼物是一条蛇，哎，我狼人真的很难哎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请问你可以有一个完整版的吗？因为我们八号是粉丝，对，粉丝哦，对，可以。粉丝叫优待哦，你要什么样的语言？我想要国语、台语、客家话。客家话，他要选佐助版本的吗？啊，客家话哦，客家话，客家话可以，因为我们这样客文会进入对新的哦，来一个客家话，来，客大你看到拍黑你看啥？不是啊，因为你讲痛啥，吃豆腐太慢，吃多少太慢，唔多少，怕不会啥，抢不死，反正命，怕不啥，借啥，因为你做两票啥在胸牙，咬碎都来死，咬来咬去啥啥啥。不懂，对，不，所以不能问到真正的客家人，对，因为听不懂。粉丝这样开心吗？我好感动。第一轮大家讲完，你就直接把人家投掉，你也不是什么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你比较好。甜蜜喂食，很好。